刚刚在跟水后的同事开完会，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我非常期待的地方。不愧是知道我在看 BL 的东贩，赞。先与各位看一下，其实我刚刚是要直奔角川，因为毕竟我今天的票是角川给我的。那你看这个 Seven 很好看，然后有点色，但是就是很推。然后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，我刚刚看有看到这一部，这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我觉得也蛮好看的。但是我觉得恋爱进去更棒，如果你平常没有在看 BL 漫画的话。好了，我要去角川。在寻找我没有看过的 BL 漫画。我很喜欢这个作者他的漫画，因为他的画风就是完全是我喜欢的美型工。你看这一整排都是，大家可以追一下这一本。这一本它是一个养兔子的宠物店老板跟员工的恋爱故事 ，BL 恋爱故事。好看，陈之琳也好看，龙神与南七的一种恋爱谈，这个作者的漫画也很值得看，推推，这本也好看，同一个作者，啊，好纠结哦，必选。蜜合假牙，增强咬合力，黏袂牢，稳达达。哇，游戏王哎。其实很想进去角川，但角川人真的太多了。哇，人真的太多了，没有办法。可以跟你拍照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来来来，不会不会。但我们有三个人可以一起跟。可以一起。你不在上班吗？哎，没有没有。哎，为什么你们这里人这么多？哦，因为我们角川啊。哇，可恶，好嚣张，因为我们是角川。对，我想逛角川，可是你看他人真的太多了，所以算了。超级暗盲。哦，没关系，给我好了。我想了一下，给我好了，谢谢。来逛一下这一家，因为呢这边有恋爱禁区，我觉得这一家就是很值得逛，因为我本人爱看 BL 漫画，但我从来没有研究过。现在逛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今天没有买到什么战利品，因为能逛的时间比较不多，所以呢。蝙蝠侠想逛的又要排队，揭开真相，可恶。